俺我们天就是他那石头鱼那都能他来泡鱼的时候，有时就那里就弄的，俺大鱼的能能几乎钓不，俺都你就有了，那不过当年八点不才，这有些不就不得走动，俺都靠看到你就好什么，俺那些都拿管那都俺都弄那个，俺家都是没人都弄。我妈妈的意思是。咋那个你哎呦不下这样去。我妈妈的意思是。王菲哥啊好好的给他们。不给的话就不用订婚了，连60个都拿不出来的话。啊。也。没必要了。然后昨天我一直不听他的。还打电话也不愿意打，他越嫌越气，他才会打我。我妈也是说，不然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说。但是呢，昨天也不算打，我们只是，就是，口上的那些争一下嘛。你们觉得我？家门那三个字打一下，那三个字打一下。你想再跟那王菲商量，好好商量的，不商量就他明天要买不买，这样就我麻烦。有这不是？你看我说出来，家人们都会觉得很没道理，知道吧？你看你说的话，我给他们说，他们会不会觉得有道理啊？家人们，我妈妈说的话。什么？要么你给王菲好好商量，明天拿给就是今天拿过来。今天不拿过来的话，明天我也没办法了。你舅舅就把你的车卖了。如果我妈妈不让我这么做的话，我舅舅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妈妈凶一点。不，家人们，这个不能开玩笑。你看，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没有还是有？自己的女儿啊，我是你女儿，我又不是舅舅的女儿，为什么你要把我的事情全部托给舅舅管，让他啊，舅舅说的话我不听不照做，还不孝顺妈妈了？真的，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嘛？家人们，有的，没有的打个没有，我看一下，有的打个有，这种有没有道理？没有的打个没有，给我妈妈看一下，你看一下这没有多，那么多人都打没有，一点道理都没有啊。我为什么要让一个舅舅来管呢？对吧？我的车为什么要交给舅舅呢？我可以不交给舅舅，但是我不这样子做，又不让我订婚。可能啊，现在直播间有2000多个家人们，我跟你们说一下啊。现在有那么多家人们，可能你们不知道，很多人以为啊，我那么想结婚吗？那么想，网络卡顿，有点卡网络，把那三个字打一下，家人们。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啊，哇，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想结婚啊？阿美怎么这么想结婚？为了订婚，为了顺利结婚，都对，怎么样的？我不是想结婚，我不是很那个什么，我只是真的想跟王菲哥啊，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那你这个小气鬼，那我弄死这个的太什么有骨子，都能俺什么年轻人，你得行，你们什么负责行的，什么有骨子，就是我弄死那个你，哎呦，我是不想这个事了。
你也不想，那你不想的，你也不想让我这样子，对吧？你也不想，那没人逼你，对不对？你不想。怎么了？他总是想让我舅舅有车有房，总是想让我舅舅好，啊，有车有房才有人嫁给我舅舅那种什么什么的。那你们看，你看我们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这个都住多久了？都装修过来装修过去的，你看这墙都快裂了，都这个样子了。你不要说什么什么了，你跟万飞说，你不跟万飞说，有万飞喊过来吗？跟他商量好不好？我非常感觉还能提供我关注，你说我不相信？非要让我给王飞哥说是吧？嗯，王飞哥，能还在这边的东西，还在能不是在安置的酒店的呢？吃这个五谷，能带动我的，是带动的我们是自己的感情呢。王菲真的，王菲也很困难的。她最近，她上次那一部电影，我们拍电影，她为了给我一个，哎，怎么说呢？真的，她为了我好，她很多事情都为我着想，为了我，她多少钱她都愿意去给我花的，花在我身上。王菲怎么困难的时候不管我的事？王菲困难不关你的事，你没有把人家当成你的儿子吗？有没有吗？王菲是什么什么什么不管他们，我不管他们事。那困难不管是吧？我管我们家里那些东西。家里面，那你真正的只管家里面的呀？嗯。舅舅算什么嘛？不管我们家里面有。哦，什么关系他？哦，没有意思了。看你明明有个阶梯上面的挂灯啊，你说阿婆个挂东西不可那种。那你看，你都说只能管自己的家庭的事情啊，其他人你管不了。嗯。那你都不管人家，为什么还要向人家拿这些六十个，动不动就？六十个你是我女儿的，就嫁给他了，嫁给他了，就你们嫁了，不然我就你不可能嫁给他，你晓得不？哦，你还不懂事。我弄死这个人，为啥不行？我对了，能怎么去移？我们这个不可能嫁给他，晓得不？俺儿子的，我们的成年人，其实从现在不认得那抚养那，米来见过，瓜来见过，干过来见过。外面来见过，不是弄给他避免的，因为当面的不是那面这么打了。叫你讲给他王菲，王菲不吃钱的，不可能你讲给他，你知道吗？我弄死这个的心机中的弄死啊！你还敢跟他办事说？我弄死个这两天这个走走弄死个地主，你直不信我？那真不行，是弄死个的鸡的种嘛？那你们怕平时都也不想搞油了。哼，我真的是，家人们，你们觉得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怎么说？那你那怎么说弄？哎，那么多个种实习。陕西那个国的节目没得过你，那国还放那个。不是家人们，嗯，你们直播间有把阿梅当做自己亲生女儿的，扣个一我看一下。你们有这样的女儿很伤心很累吗？嗯嗯嗯，行，这个那关子。不是，不是家人们，
你们扣一的是觉得有阿梅这样子的女儿很伤心很累吗？有的扣个二，我看一下，我妈妈还在笑，她说你看有那么多人都跟我一样伤心难过，生出你这么个女儿什么什么样的。那个我非要比我就跟那什么还往那个去呢，我家不是个富人后悔了叫那个我非比我就跟你他出不到钱，我有舍弃出不到钱。我妈的意思是她觉得想把我啊许配给其他人，但是她又害怕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她又害怕我很后悔，但是呢不嫁给其他人的话，嫁给王妃的话，王妃又拿不出啊这些一点心意借给他们。俺们都没跟那是结合了，跟那那种人，跟这做赚不钱，俺也不是有，俺那什么的不管，还嘛是，啥钱都钱没的是，阿姐没的是，我啥是受不着，受都受不着。睡不着，你为了我睡不着是吧？那你就不要为了我嘛，你就等着啊，我们结婚啊，每年啊回来看看你啊，就家里面的这些我来啊，我可以负责嘛，对吧？我妈妈的意思是啊，有这么个女儿，每天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又为了我着想，睡也睡不着，为了我太操心了，太累了。家人们，是我让我妈妈这么累的吗？那妈妈一肚子就给我弄。不是我，你应该是为了舅舅而这样子的吧？说实话，真的，你是为了啊，觉得舅舅娶不到老婆啊，娶不到啊，没车没房，你是为了舅舅吧？我啊，王妃对我这么好，我自己都不说自己累，你怎么就为我伤心，为我操心？你看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觉得是为了舅舅而操心，还是为了我？是你我女儿，怎么不为了你？那我是你女儿，那你就要站在我这边，你女儿这边，你不要站在舅舅那边，行不行？我也不想拿一个自己亲舅舅，啊。就这么一种事情，什么有关？不是故意到我就是老。那你我让你选，你选舅舅还是你选你的弟弟，还是选我？你就选吗？我选你了。你选我不就对了吗？你看，对吧，家人们，选我不就对了吗？对吧？啊，你那是日什么的呢？那什么，那什么能够那些能给过呢？啊，你手里必须有弄了。怕别人都给你都怕别人来两个你们现在有什么怕别人那什么那二逼的免费什么说那事啊那说这个类型都不可能嘛你那啊你什么叫免费嘛啊真的是我妈妈真的我发现被舅舅带偏了感觉都说的话都啊你先告诉我们的看不下去你能说明一点就能说明过破日过破出生期啊来是破日来是出过生期的你们让我破日你说我们的太大那时候过破日没有那么少啊你很高兴的看见你能说的那五度五百比啊你们说嘛啊比这个那把咱们这个人如果应用个的比啊没复习过啊这个那说不定过会的一破不定过会的什么的那时候破那人呢意思是王妃出的越多啊，在我身上花的钱越多就越值，就越会被珍惜是吧？就是。你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啊？家人们，我妈的意思是，王妃在我身上花的越多，就会越被她珍惜，哪有这种嘛？越多越反感了都。你们觉得有这种道理了吗？有还是没有？扣一扣二，我妈妈会认识，没有跟没有她不认识。有这种道理的，你扣个一；没有的，扣个二，我看一下。哎，我弄手机为了什么用我了？
没有，你看，都没有。这个是能俺们才能刷几位的这种东西几位是挂死。而且你看现在都九点了，王菲不来，王菲不来，王菲肯定是今天不来。你可以休息了。你还过来了？你还过来？我不休息，我不喊了。哦，王菲不来，你不休息是吧？他好久来就好久，我跟他商量商量，但商量好久，我每天早上有，我们一起买泡面吃来见，但不答应就他给我60块过来就行了，我不要收那么多。家人们，王菲哥，刚刚还有人说他在直播呢，他在直播的话肯定不来了。王菲哥在直播吗？家人们，王菲哥真的在直播吗？王菲直播用的，这直播用的，这为了去操心的。怎么，王菲直播你要连王菲干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呀？我妈妈说，王菲在直播的话，现在让王菲给她说话。不说话的话会怎么样吗？在直播吗？王菲哥真的在直播吗？那直播的话，反正王菲是不会来的。那你们家们，你们给王菲哥说一下，就是你们知道我应该想说什么，你们去给王菲哥说一下我想说的话好不好？就是让他不要来。这么距离35度，妹妹。啊？距离。